带着丫丫吃她人生中的第一碗麻辣香锅。Good morning。哎呀，好黑哟。要说一下今天的行程。谢谢哈。就是先去旅行社。哦，先去旅行社，我们要问一下到时候在墨尔本跟凯恩斯那些行程。然后呢，去 brunch 吃个早午饭，然后，然后呢 ，Opera House， 让他去 Opera House 那边逛圈，坐一个就是 public transport 的 ferry， 因为 tourist ferry 我们坐不起。然后我们就在 city 逛一圈，晚上去 Strathfield 吃个炸鸡韩餐。你确定有炸鸡？你看看我这些痘痘，这太过整齐了。过分了，哪里啊？八辈子没有在额头上见长痘，而且看，我看到了，为什么？我不知道，可能那边水土不服的原因。暴涨，头发。我们出门啦。早饭是不是唱的不错？不错不错，谢谢。先出发去旅行社。Sunday morning, hiding under covers. I don't mind staying in with you. Play your favorite movie, playing right beside me. I don't mind when it's just us. So right now I'm on light rail and going to Rustin Pearls for brunch. Take me home with you. I never feel alone.These little songs make me glad to call you mine. And you have got my head in the clouds. 这个是一家，平时周末很忙。然后隔壁是这个是一家。这两个是分开的吗？对。更喜欢。Hi,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We're typical. If it's possible to see up there. So can we please get one number 88? Yeah, good choice. And also we'll get an eggs on toast if you can add something. Yeah. We wanted to add avocado and salmon. Yeah, of course. Yeah. Okay. What eggs would you like, sorry? Poached, please. Poached? Yeah. And then for me just a flat white. Flat white? And for her a silver jasmine green tea. Yeah. Perfect. Yes. Thank you. Yo, 就往屁股往前坐一点，离桌子近一点。看，对，看下面，好看点。你好小心翼翼啊！我这个不是你知道怎么试开？你有些好像也是个 waffle。上面是 waffle， 上面是什么肉？鱼肉吗？你知道没？它面在哪？哦，虾吗？虾，辣的虾，看着还不错哎。我有点不知道怎么下口。没有面。面子明明。应该是酱的意思。我以为好像是在那种。有办法。妹妹，你们想办法吧。东方的感觉，
咖喱的能量是吗？咖喱味。嗯，你尝尝。确实比我以前加的时候空很多。为什么反应这么大吗？看。那味道好吃。嗯。可粉。坐个 ferry， 然后往 Taronggazoo 的方向坐，这样可以在海景上面拍一点照片。谢谢你的款待啊，嗯，帮自己加，真客气。或者喝可乐，或者喝凉茶。我想喝 smoothie。那你就 mango smoothie。I'll get a mango smoothie, please. And that'll be all for now. Thank you. 咦？你在看什么？嘿嘿。我个人觉得它就很像 fast food 店，吃披萨是不是？但披萨还可以。这里啊，嗯，嗯，就这家，你跟我说的，我说像 Hard Rock 一样的，嗯，没看出来，嗯，嗯，披萨是怎样？就国内披萨，肯定没有意大利的，你知道没有多少价值吧？对啊，我选的话，我选到你的时候，他们家有那个 bread， 然后呢，我一般夜宵啊，为了凑那个起运费嘛，嗯，我会买两整个 garlic bread 这么长一个，嗯，然后再买鸡翅凑单，一个鸡翅挺好吃，我不想吃披萨，就想吃 bread， 但是 garlic bread 是很好吃。可以再放大吗？放小吗？这里最小，我想去买广角，去 JB Hi-Fi 看一下。动不了哎，就这样了。这个、那个、这里，这么高、那个？对，这个。哦，是我手太短了。
杯，泰式奶茶好。对，然后这边是糖醋冰，加珍珠。这边。我们现在在 Hersfield 的 Golden Sands 喝早茶，虽然也不早，现在是11:55，我刚点完菜，来的是这家。你也睡了7个小时了，姐姐。嗯，很好吃的。哇，好大，好大的虾饺，那沙漠。好大的凤爪。还有那个，还是哪里的？好大的虾饺，它高，饭都太粗了，好吃，凤爪也比我平时吃的大了一圈，就能挡住我半张脸了，五分之一的。好吃，好吃。好，谢谢。他请一请，可以，谢谢。这个好好吃，对。谢谢，有味道。大烧麦，会不会念烧麦？叉烧肠粉，我还是更喜欢鲜虾的。小姐，你要买什么？一根那个 pork sausage pew cheese， 要不要那个再弄一个？要不要？可以吧？好，里面还没有。现在还是没问到那，开心吗？开心。挺重口，很重口，还挺重口。菠菜糕我没吃过，我在广东吃过，很辣。这个已经奶茶洒了一地了。
我在翻纸巾，这个人先喝上了。嗯，你尝尝。你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甜，不过味道不错，挺特别的。下面不知道是什么，有下面吸吸吸。哦，那高甜的，高雷，好，挺好喝的，不会甜。还有什么别的可乐？关掉，关掉。好吃吗？不错。嗯。太搞笑了，我们往前走吧。甜甜的肉肉。下雨了，走里面吧。啊？嗯。为什么？好看，好准啊！真的。好厉害，咋妈妈？啊，这个好帅！今天来一份。我们在吃派克鸡排。好烫啊！哇，热乎乎的。那等等，我去买你小块吃。这是好大一块啊！我要带回去吃。在哪里吃啊？旅馆。也行，不过这不烫了。嗯。你吃的很豪爽。递不到多少餐。这是一次失败的拉丝。可以可以。哦。再拉。
没有。一杯下去的话，两杯。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可以拍照了吗？啊，可以，基本上是等着。这很多人拍照。一样给你来一点呗。哦，是不是？嗨。哇，你那找等会儿就找我。哎，哪儿呢？这个。垃圾桶。垃圾桶。我卡住了。干嘛呀？大脸拍，好漂亮啊！